Mito Mea. Malaysia! Malaysia! Seize on it! Mito Mea! Yes! Hello， 龙生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呢度系出路戒毒所，你个仔咧因为喺戒毒所入边毒瘾起攻击其他人，我哋已经将佢塞入黑房入边。点解会咁噶？因为点解咁入嚟咧？毒瘾仲喺度，所以毒瘾嚟嘅时候，可能会用佢失去理智攻击其他人。咁啊，咁我需唔需要过去啊？ 佢究竟喺度做緊乜啊？你做咩揾我喺度？ 我唔想喺度啊！你俾我走啊！仔啊，你点解变成咁噶？要帮你解毒，呢个系唯一嘅方法。冇啊，冇啦，我而家冇晒毒瘾啦。仔啊，我想出去睇阿妈，我对唔住佢。 真系冇咗毒瘾。我记得戒毒所里边有个老先生曾经同我讲过，佢话其实佢唔想吸毒，就算死佢都唔会俾自己再行翻吸毒条路。就算你死。 我都唔想行吸毒呢条路。唉，得啦得啦，一你嘅事，我就好似同神魔决斗。唉，结果我都失败，又继续咁吸毒。嗰日我企喺悬崖上。 我几咁希望有一日大自解脱嘅狂风将我吹落山崖，唉，从此死神都带我走，或者佢哋俾个机会我重新做人。于是我喺度查证，我下定决心嚟呢处解毒。 希望戒毒期满之后，我能喺呢事帮助其他嘅人。阿爹，咁系我。 拜六喎，今日有做啊？你唔记得咗阿伯，我哋都要做工人咩？今晚有煮饭，我早啲翻嚟食啊！好啊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，点解啲人要吸毒？ 梦想自己成为一个吸毒者，好多时候佢哋都系因为揾唔到其他更好嘅管道去释放自己嘅压力，误以为毒品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忘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，吸到嗰种快感就好似上咗天堂咁，冇啦冇啦，但系佢哋估唔到。
其实自己已经落咗地狱。当毒药发作嘅时候，佢哋嘅身上就好似有成千上万嘅蚂蚁一样，注视紧佢哋嘅骨头。嗰种痛苦系冇人可以了解。老生，你都继续紧你仔，已经两个礼拜啦，你仲连续几日过嚟探佢啊？其实我真系想知道，点解佢要吸毒？点解咁痛苦佢都唔肯继续？甚至依家连佢阿妈佢都唔认得。老生，常人好能理解吸毒者嘅谂法嘅，俾啲时间啦。我一定要搞清楚，点啊？呢嘢俾你啲答案，帮唔帮到你喺画画上攞到灵感？其实我仲有一个问题，你做咩上司？点解啲导游会有暴力倾向？佢哋唔系有心想去伤害任何人，只系有时候毒瘾发作嘅时候，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，先至会失去意志。做出一啲你自己都預料唔到嘅嘢。
Claudia， 发生咩事啊？啊，做咩搞成咁啊？你做咩事啊？我要翻屋企，我以后都唔再翻嚟啦。杰仔，唔理你谂紧乜嘢，依家你做紧嘅嘢，你一定要好翻嚟，你一定要继续成功，啊！阿妈一定会好翻嘅，到时我哋重新嚟过，好吗？